其實金都幾似嘅，因為你見到佢好似好硬、好堅硬，咁其實金係好柔軟啦，可以好多變化嘅。雖然外表好似好堅強，但係當你俾一啲力佢嘅時候，佢係可以做到任何唔同嘅形狀，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咯。多數都是比較女人啲，但有陣時都會著得型啲嘅。咁首飾方面都是簡單咯，可能一個戒指啊，或者係一個耳環啊。其實我好中意戴金色嘅首飾嘅，因為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襯我嘅皮膚嘅，尤其是夏天啦，因為夏天好多時著白色衫啊，其實襯一個金色嘅首飾咧係好型噶啦，好似去咗啲地中海度假咁咯。我女女都好中意見到我戴耳環嘅，佢一歲嘅時候已經開始幫我戴耳環啦。我俾佢揸住個勾，佢會幫我勾入去，呢個係佢嘅一個遊戲嚟噶。因為我由細到大，我屋企我又冇兄弟姊妹，我係一個人，咁我可能係一個都幾任性嘅一個女仔啦。我唔覺得我生命中我係可以照顧到第二個人咯。但係當我有咗小朋友之後就唔同啦。我發覺原來我係可以做出好多犧牲嘅，我係可以做好多決定嘅時候，我係會諗埋另外一個人嘅。呢啲係以前唔會做到嘅咯。其實我覺得人最開心的就是當你有一個夢想去實現那個過程咯。我在南大讀書的時候就覺得啊，我女女由一歲到兩歲呢段時間我都錯過了很多。咁我就跟自己講，等我回到你屋企，我一定要多啲時間陪佢。當然我在南大學了咁多嘢，其實我而家係即係成個人都投入了呢個飲食裡面嘅。我每日除了湊女女就是去研究怎樣煮啊，怎樣去 present 啊，所以我希望以後是做很多跟廚房啊、跟煮嘢有關的工作咯。真的去追尋自己心中所想要的那樣嘢咯，即係冇理呢個社會上面大家俾啲咩壓力你，或者俾啲咩要求你，你去做自己想做的嘢。咁我覺得如果呢方面嚟講，我都盡力做翻一個真女人啦～